阳光从枫叶缝隙洒落，通红的叶片闪闪发光，不到两旁还是整片翠绿，不过已经有部分枫叶红了。用手机拍下美景，这是台中福寿山农场，另一边整片粉红色花朵映入眼帘，这是有秋季樱花美名的波斯菊。大家好，现在看到的是波斯菊花海，粉嫩花瓣，黄色花蕊已经开了六成，将会持续绽放到十月中。冲着枫叶和波斯菊，有民众大老远跑来。我从台北开了4小时的车子来这边，我特意来这边拍照的。大家非常关心的枫红，它大概要到十月中旬。那最美丽到11月中旬左右。看准枫红美景，业者表示，10月到11月订房率都达到90%，只剩露营区还有机会。粉紫色花朵宛如迎宾花毯，在门口迎接。随风摇摆的是武林农场墨西哥鼠尾草。随着枫叶红了，秋季秘境花海将再掀起一波国旅潮。三立新闻邱瑞阳、钟博君台中报道。